大家好，我是韩妆日报的主持人、美妆编辑黄硕源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是：让人想起初恋的秋装，秀智的清纯妆容。如果你想拥有清纯美丽的魅力，从现在开始，竖起耳朵来注意了。 彻底洁面后，轻轻地涂抹一层饱含红色能量的精华液，能使接下来使用的产品发挥完美功效。含有燕窝提取物的精华液可以提高肌肤的含水量。 为肌肤提供充分的营养成分，使疲惫暗沉的肌肤饱满恢复弹力，散发清新光泽。打造秀智一样清新亮丽皮肤的关键是美白。此面霜饱含促进皮肤细胞再生的活性成分 EGF， 可向肌肤注入 清新透明的活力，保湿效果极强的 BB 霜，在打造光滑无瑕皮肤的同时，使肌肤散发水润光泽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绽放耀眼魅力。 轻薄的色泽很有层次感，轻柔的遮盖唇纹，凸现饱满光泽，可有遮款产品完美展现，打造水润的闪耀双唇。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希望大家能够试试今天的清纯妆容，展现秀智般妖艳的魅力。下次再见。